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不是你们想的那个样子，晓得不？对家主来说，再忠心的人死了都是没用的。看眼睛有没有放光？我一直在这里等你，等了好久好久，你怎么才来？我终于嫁进来了，离我们团聚那天更近一步，希儿很快便去找您。吃顿火锅，特别棒，而且是四川人开的，感觉看到了青。